成功缔造来台旅客超过800万人次的佳绩。今年身为国际级活动的台湾灯会更是身负重任，且让我使出浑身解数精彩表演，吸引更多的旅客到访，请大家一起来观赏璀璨万千的主灯秀。华丽的第一场主灯秀之后，舞台上面继续为您介绍。